子章句上。二，告子曰：信犹吞水也，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。人性之无，分于善不善也。有水之无，分于东西也。孟子曰：水性无分于东西，无分于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有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今浮水博而跃之，可使过桑；积而行之，可使载山。是其水之性哉？其势则然也。人之可使为不善，其性亦犹是也。